六格 PK。为什么我不能睡觉？他说我不能睡啊，哦，只能在白晚上天呢、吗？啊？我睡，哎，有人射了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你可以睡了。我也要睡。好啦，直接开始啦。啊？白天开始啦。十分啊，要不要？哎，要先归零，对不对？我先去归零。啊？按钮在哪里啊？哪一个是归零啊？就是有某一个上面有一个，你三个上面都有按钮哎。不是那三个啊，在某一个玩家站的地方的后面。谁？但你刚刚站的地方的后面呢？我的后面吗？你刚刚都不是这三个，都不是这三个，这上面，在你后面，你现在看的地方，停，不要不要，往右，不是，我现在会延迟10秒，你不要闹。这个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归零了，归零了，归零。好了，来吧，这种单挑没有借口。No excuse，come on。这种嘞，哎，我回来他了，不想跟你来玩。啊 PK 啊，啊，怎么可能？哎，竟然没下去。哦，直线就比较好躲了。哎，怎么自己下去啊？有点开心呢。你啊，都这么可爱。快复活！你怎么可以在上面打？不能在上面打。废话。哦，好啦，我下去。好啦。下来你就上当啦。杀死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爸爸，哦，又中了。现在几比几啊？凯洛为什么五杀？不知道哎。2-0目前。哦！3-0了。太难受了这边。尿不准，怪马桶歪。妹妹。我要把它吃下去啊！哎，可恶。二，夏姐坐好了，夏姐离开了。没有重登哦，麦块有问题。中啦！呼呼，中，中，这一发绝对中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，4-1哎，你怎么了，季总？哎、欸，我又开始下掉去啊！我往前走，它就掉下去了。为什么这样不算我的分？这样呢？这样不算了。又中了！哦，这怎么一箭就掉下来？你自己往后走的。哎、欸，我掉下去了！在干嘛啦？而且下面好多怪哦、喔！嗨，为什么？下面超多怪兽的。你说怪兽好可爱。我来要说什么？哦、oh, shit！ 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然后自己掉下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又掉下去了？哦哦，哇吼！哎、欸，我差点掉下去。可以这样，我两个胜啊！我们今天还没打首胜呢。他靠，对了啊！哎、欸，比互杀，可以这样。我7-7啊！中，哦，怎么办？越来越准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为什么你一箭就掉下来了？我觉得一定是你的箭的问题。你自己都没站前面，然后要 shift 靠墙，站在最前面被打一下就不会下去了、啊。有这种事啊？嗯。你没看到我看起来很像蹲着吗？有没有两箭呢？还没下去。哦，所以我射到你两箭呢、啊。我想我都射到，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、啊？这是技术技巧。谁知道这种东西、啊？中，只要连中，不然就杀不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十杀了，你逊。能玩好不好？这游戏啊？
你有在射我吗？我直接就往前射。啊？看他会不会每一次都射到同一个地方。弱。啊？好近哦。什么东西？啊！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射？中！你不可以在那边啊，那边打不下去。不是啊，哎呀，我后面有墙哎、欸。给我下来！你怎么还是下去？我怎么一拳就掉下来了啦？啊！干嘛啦？哇、哦，好帅的剑哦！哎，差点射到我。哦，一箭就下来了。哦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是不懂要怎么往前，我一往前就掉下去了。这把是急退攻。哦，你很下流。你站最前面应该还是会飞吧？还是飞走了？我换你一般的攻。啊！怎么？射我啊！我射到了。不可以在那里啦！怎么会这样那么坏？可是你睡觉还是掉下去啊？我只是找个地方站而已。不行啊！给我下来！你在那边射到你下面已经被你瞄准到了，我要换个位置。不然在那边怎么还是一直被射？哎、欸，我的弓坏掉了。你弓坏掉了？对。我就送一把，送一把给你，送一把给你。哇，好累哦。拿去。是时候要找别的游戏来玩啊！我会掉下去。你掉下去了？那你下去就捡得到那一把，还是你身上已经有了？没有哎、欸。啊，我死了、嗯。有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身上没有，没有啊。啊，丢一把给你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哦，千遍呢。我去。Yeah。可以这样。嗯。为什么你是用飘的上来？因为我还没调 game mode。好了，好了，开始了，走。哦，醒啦，一箭就掉下来了，这根本就是摔死啊！笑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到你在后面飘了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这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？怎么可以出这种事？你发现了什么？这个、是什么？啊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你说呢？我哪知道啊？自己看时空。他开挂啦？哪有？放僵尸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我所知道。在旁边有人打的啊！嗯，我放只猪来，帮我挡箭。你有猪？哦，还是射中了，根本就没用。你要不要猪哦？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嗯。嗯，好了。好了。嗯，我摆了一只鸭帮我挡箭，你怎么又不见？
你那个哎、欸，那个？那一看知道不是你了，你有在骗骗吗？那个衣服颜色都不一样，你还把他射死了？看得到我吗？看不到啊。嗯，真假的看不到我？看不到啊。哦、啊，看到骨头。现在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现在看得到。嗯。把骨头射掉。好了，嗯，好，结束。啊！在干嘛？我们是不是应该那个了？老手阵了。嗯，他怎么可以杀我？结果你是被他杀。对啊。想要偷看你的实况，这个人太吓人！你又给我丢蛋，你看你没有了。这种人哦。哎、欸，僵尸也会隐形呢、欸。哦哦哦，他好强哦！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哎、欸，是你在射我？要不然呢？终极秘技人法隐身术啊，还是死了？知道了，刚刚是什么中二的东西？隐身术打不到我啦！我看得到你的弓，你看得到我的弓？为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在这边？你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！你是把武器拿掉？你看不到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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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边。多开路，看得到，看到了，为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好了，隐身，我在哪里？在这里啦。嗯嗯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哦。看不到哦，真的看不到。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轰！你怎么可以移动？人数替身术。哦。double 替身术啊！不要，为什么看得到？我就看到有个亮亮的东西，就你好像你手上拿的东西在闪。真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嗯、啊！等一下，我又掉下去了。你好强啊、哦！可恶，再一次。你好贱啊！你现在看得到我吗？你不要动没？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。看得到、哦。看得到我？真的假的？现在完全看不到了。哈哈哈哈，看不到了、哦、看不到了哦。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中了啦。耶、yeah! 反应好快哦。我才刚放出来，为什么？哈哈，看不到了。居然没中。你怎么可以放？为什么他们打得到我？欸、他们打得到我哎、欸！你这是好，帮你清掉他们。好，剩下。哦，终于。为什么？还是我？哎、欸，你已经超过我多少分了？你还没超过我哎、欸！你好弱。我才射僵尸哎、欸！你知道我射僵尸射多久吗？是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掉下去了？看不到你了啦！我自己也看不到我在哪里。中了！哎、欸，哦，完全看不到你，这样太过分了啦！哈哈，找不到我。而且为什么你的路那么宽？好了，我把它打掉。哎、欸，偷了塞，偷来，可恶！还是打不到我，可恶！还是打不到我，哇！丢、哦、掉这个陷害我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头上有一把剑呢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嗯，闪掉，神走哎！哇、哦，差一点！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哈哈，完全看不到哇！又闪掉了。哦、oh ，嗯，你一定没地方跑，你一定在这里。
嗯，干嘛呢？真的？干嘛呢？可恶，怎么射不到？看吧，干嘛呢？干嘛射掉？再射你，射不到啦。你看那个不是你耶，是我看错哎。弱哎，看到一个黑点。对嘛，就说你弄不到我，你还有五件的机会。哦吼，一件。啊。两件。怎么会这样？三件。你该不会根本不在上面吧？我在啊。四件了。你要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，这件一定会射中你。你偷看我实况啊！来啊，还是没中啊！你好弱、哦，居然没中！呀，来啊，跟你，我现在在这里。你从你面前经过吗？现在在这里啊，有没有看得到了？还是没中，你好弱。不是哦，他好歪哦！中了，中了！哦，所以我看反边呢。我看反边。用右手拿，我一直射你的那个。另外一边，哎、欸，这样弓箭会显示出来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啊？你怎么可以越开越高？我哪有？这哪射得到你？站后面就没事啊！不要玩这个烂游戏啊！不，再一次，这一箭一定射到你的啦！拜拜！啊！不行，再一次，这次你一定拿我没办法。那个是什么？亮亮什么？什么玻璃啊？还是没有亮亮的啦？什么东西？开一下白天。看一下白天，你怎么可以趁人之危？我看到亮亮的东西啊！哪有亮亮的东西？你看错了吧？都可爱到这样子！哇、哦，好准！我只有看到那边，你太下流了！当呀！我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闹。哦，看不到啦。嗯，哦，我看到好玩的了。什么？用这个东西，你一定再也没办法打到我。哎、欸，先杀死我，我要先自杀。好了，来吧。你是被射的。嗯。你现在一定射不到我。吼吼。好 ，F 五一下。我、哦、等一下还没。好你死，你死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了，你现在一定打不到我。哼哼。为什么？嗯，刚那个不是射到了吗？是吧？耶，我忙完了，神走位。好啦，我现在可以玩了。啊，自己掉下去了。你可以玩了。对呀、啊。你等下打手快点过来帮我射他，他太下流了，他一直用隐形。现在哪有隐形？这种人啊！我现在才没有用隐形，就是快速移动药水，神走位让你完全动不到。哈哈，要乐哦！为什么？继续帮你放一个全部 reset 就好了。那是什么？就是连旁边的名字都没有，一直到开始游戏才会有那个。对，我现在要找新的。立即伤害 yes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好玩的了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那个。哎、欸，不叫打手胜。要打手胜吗，季炯？弟兄陪我陪我陪我，好来最后一件来 PK 要不要？陪我陪我，数一二三开始，哎、欸、还没啦，不是开始啊，好数一二三，一二三开始，打下去就赢了。哎、欸，天，怎么可以站那么边边呢？不，算了，赢了，打喽。等一下先去看那个。夏姐的作品、啊，你去吧。你不去吗？在这边帮我看实况啊，马来西亚。呜呼！
在看夏姐的作品之前，你这个真家伙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知道。快给我复活！啊，谁复活？这个家伙！耶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啦啦啦啦啦！怎么可以这样？荷尔蒙波波来了。那我先退出去，我看你的实况家了。哇哦，他的手怎么回事？啊，另外一边被钢弹挡住了。你可以让他的手。看到是我这只最好啊。我知道他手要可以怎么做了。现在是半夜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把我比成中指，我会一辈子恨你。不会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？拜托。他就是会做这种事情，你看那个，巨人，你看饼干的作品就知道了。没办法，他给我的格子就这么大吼。我想做超大一只的、啊，可是会挡到，想说算了。你真的很，我不想理你。我不想理你了。干嘛这样、啊？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想理你了。我拿掉，我拿掉。不要，你这样太脏了，我完全不想理你。我马上来，都十二点了嘛。凯洛看到有没有昏倒？不会，他只会这边这样而已。不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我要跟凯洛讲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跟他一样高？为什么你把下面也打掉？你好辛苦哦。欸、你这只还比较大只哎、欸。啊，那只本来就很大，空间不够大，不然我只能做小小一咪咪的。可他少掉一只手，真的有点可怜。那另外一只手叉腰，没有、啊、也不行啊，旁边空格只有一格啊。好啦好啦，你就伸手拿去摸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，我已经不想管它了。那你就往前比个赞，手往前伸，随便啦、啊、随便啦、啊，就随便拿去摸什么了，我已经随便。好凶哦，我等他睡觉再来用。就是你要用，我已经没有对你凶，我已经跟你讲随便，你现在还讲我凶啊！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我走，我走，不要解释。哎、欸，我帮你叉腰了，可以吧？不用，可以。这样啊，随便啊，你想干嘛都可以啊。走吧，你都说你走了，我怎么可以乱来呢？对不对？让他叉腰、啊。我没叉。好了，叉腰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怎么样？哦，现在有人说我是卤蛋。哎、啊，你好，我是卤蛋。你们这群小屁孩，你们这群菜逼吧，在今半夜不睡觉在看什么台呀、啊？呵呵。哇，好中二、啊，不然呢？又黑啦，又白天啦。哎、欸，你又，你看你就是爱这样乱搞。哭哭哦。好了，我们来打手胜。他这样叉腰也太可爱了吧？对嘛，是不是？我做得很好啊。